啊，排位，啊，五个老六，妲己的还有人抢的吗？耶，还有个小黑子，这局游戏藏龙卧虎啊！说过很多次，老六是种境界，是种概念，如何进入这种境界呢？首先把对面心态搞崩，所以现在咱们就去偷野。刘备这个英雄依赖普攻，我赌他红开呀，难开呀，让我赌错了，告辞，不打扰。经过一段时间升到四级，来上路支援一波，对面有个瑶，一面打出被动，大招起手，反手击丢出了技能，好，没中，那没事了。上路二v 二来支援一波，这瑶还在狄仁杰头上，咱们二技能起手没关系的，配合队友秒掉狄仁杰，还剩下一个瑶瑶，平爷收下。刘备也来了，咱们先隐身，给他一个假视野，让他以为我们走了，但是没有完全走，把他勾引过来了。先不要打他，咱们的目标呢是他身后的一个妲己。妲己害怕我切他，肯定会跟着刘备走，只要绕过刘备，这妲己的生命呢就犹如风中残烛，一套技能就可以给他收掉。大招马上好，来上路再抓一波，先让木兰勾引，咱们浅绕一下，绕到身后了，木兰上了，咱们也上。二一控制，反手大招撞向狄仁杰旁边的空气。耶，这妲己是在说我吗？其实呢，我也没有针对谁的意思，主要是咱们这边这个阵容嘛，原定的和我那个位置是妲己，而且妲己又比较好抓，不像这个关羽，我打了一套还没死，还需要队友不点伤害才行。然而妲己就不一样了，她跟她的英文名字一样 ，Jarvis。世上本没有老六，但蹲草的人多了啊，那都是老六。我们这个阵容选桑起呢，就是为了在他的草里面蹲人。这里桑起放了个草，妲己也在旁边，看一下能不能阴他一手。哎，草里有人，我操啊啊！他们蹲桑起那个草里面蹲我，我日他仙人啊！对面压得这么凶，妲己还在屁股后面晃，悄悄地摸过去，二大直接秒掉。哎呀，这一波有点可惜，明明可以三杀的。哎，恐吓浏览力王，哎，我不动。但是爷爷加油，马上就可以探到我了，太坏了，真的太坏了，准备更坏一点。妲己啊，又在一个人清兵线呀，你也不想被人举报送人头吧？先丢个技能，哎呀，闪现到我怀里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刚开完主宰，队友就被击杀了。咱们过去看一下，咱们摸个 C 位，妲己，等他靠近，二叶眩晕，然后大招秒掉。真的，我不是心理变态，主要是对面这个阵容真的不好蹲，也不好打。这关羽呢，我们得配合队友一起才把他给击杀掉。刘备跟一个大瑶的狄仁杰就更不用说了。现在我们先隐身，等一波技能 CD。看样子对面的目标是个木兰，刘备被击杀了，对面应该还会有人追击。很不巧，又是这个妲己，我真的不是针对他。这还剩个瑶，大招撞过去，哎，被打断了，再撞一下，差一丝血上狄仁杰头了。打下来过后，平收掉。哎，这妲己叫我干嘛呀？估计是被我的实力给征服了吧。妲己不带线的，这刘备又来了，来从他背后绕过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啊，好像打不过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咱们活过来了，险胜啊，险胜。现在时间来到20分钟，我们的阵容劣势呢逐渐显现出来了啊，虽然在前期也没有显现出我们的阵容优势，现在想打赢团战必须先杀对面射手。狄仁杰出来清线，木兰已经埋伏好了，好，木兰上了，咱们也跟上去，直接大招起手，接连二一控制击杀狄仁杰过后，对面少了一个核心输出，这个时候来压防御塔也是非常的轻松。趁狄仁杰还没有复活，咱们看一下能不能压爆高地。耶，妲己开金身了啊，不过没什么用，二技能直接收掉，兵线被清，这一波高地推不了，直接开龙吧。然而就在我开龙的时候，对面妲己受不了了，直接说我心理变态，我就很委屈啊，我干什么了？我当时就伤心的笑了出来，他能这么说就是对我实力的认可，我感到很高兴。对面现在三高全破，狄仁杰这么靠前，直接上去干秒了。耶，他还做个名刀，不过没什么用。看小地图上敌人的位置，这个红区是他们的必经之路，来包一手，二技能标记，然后大招一撞，配合队友打出复活，等关羽重新站起来，咱们再干秒掉。桑起呢也是很懂事，在关羽的坟头放了窝草，来探一下草，看一下有没有人。这里没有反应，哎，有反应了，里面有人，什么都没管，先二一打不出出，想跑刀撞过去，平 A， 二技能斩杀收掉，这被妲己打出名刀了，咱们换个复活。集合上高地，这局游戏要结束了。木兰直接冲过切狄仁杰了，关羽把木兰拿住，不过没关系，配合队友大招撞过去，然后再使用技能收掉关羽狄仁杰。还剩一个瑶和妲己，咱们全部都有复活，直接冲。瑶被打下来了，咱们直接冲妲己，他开金身，规避了一波伤害，不过没什么用，咱们直接冲。妲己回头二技能打出的复活，咱们呢也换个金身。他被队友打出复活了，咱们等一会儿，然后开个金身，等金身结束，咱们使用技能把他收掉。还剩一个瑶瑶，没什么战斗力，咱们直接推塔。那么好的，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就3连关注一下吧，那么我是关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